表哥，二狗哥，你我可是找到你了，我就进城来找你呢。啊，那我你也好长时间没见过你了，你这你这字儿啥吧？耶、哎！我跟你说呀，你这大侄子快出生了，你赶紧，这不我隔壁车厢，我要不是闻那火锅味儿，我都找不着你。是是挺香的。你家那火锅你卖的？不是我卖的，是那小姐姐，我看半天了。二狗哥，你看给我整个火锅，你。那个我这个大侄女啊，她太想吃这个火锅了。你俩一起的？嗯，瞧这火锅，看着。你快给她尝尝行吗？你快给她尝尝。不是我这就我带我自己吃的，我也没带你们的呀。二狗哥，从哪儿买？我给她买点儿啊。你这样式的吧，我这也今天也没打算卖，我这身上还带一盒，我行吗？我给你们尝一尝。行吗？说给你一盒。姐，送一盒。啊、谢谢姐，那买呢？那咋买、啊？买从哪儿买呀、啊？买呀、啊！你要非得买的话呀，你就关注我快手号，来我直播间就能买到了啊。行，听见了。行，我姨可想你了，赶紧给我回去吧，别不回家了。